在中华民国现在已经被掏空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国家被偷梁换柱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国庆日被借壳上市的时候，不畏强权，不怕打压，只要我们心在哪边，我们的国旗就会在哪边。我们国家的名字叫做什么？中华民国。我们以中华民国为荣，明明是中华民国的国庆，他非要讲是台湾国庆。没有国哪有家，没有中华民国哪有台湾啊。现在就有一群人，他们今天盘踞在国家的舞台上，拿着中华民国的薪水，领着中华民国的粮饷，用的是中华民国护照，但是根本就不愿意承认这个国家，还消遣我们的国家，他还要颠覆他，但是他还没有总颠覆，也没有胆颠覆，他现在欺骗大家，借壳上市，偷梁换柱，这种欺骗的政党，我们让他下台好不好？下台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好，好，中华民国万岁！中华民国万岁！中华民国万岁！各位好朋友，我跟大家都一样，今天是冲着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庆来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是冲着我们中华民国这边18000面中华民国国旗来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我们今天特别感动的是，在桃园有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小老百姓，每次到了国庆日都会举办庆祝活动。前年、去年我们都到国旗屋，我们万分感动。各位，在中华民国现在已经被掏空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国家被偷梁换柱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国庆日被借壳上市的时候，今天还有一些小老百姓，张老旺先生不畏强权，不怕打压，今年不让他在国旗屋办国庆日了。张老王先生说没有问题，只要我们心在哪边，我们的国旗就会在哪边。只要我们的爱国心没有改变，任何地方都是我们庆祝国庆的地方。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，各位，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我们几千年的帝制，在我们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之下，我们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。但是这个国家命运多舛，我们建立民国以后，不幸的我们内部割据，军阀抗战，然后好不容易我们孙蒋中正先生统一了中国以后，我们有了黄金的10年的发展期，但是日本人看不惯，日本人开始侵略中国，所以我们中华民族全体一致抗日，打了8年的抗战，我们死了3000多万的同胞，我们收复了台湾澎湖。
各位，很不幸的，1945年以后，国共内战，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国民政府，我们到了台湾，但在台湾，我们励精图治，我们实行三民主义。可是，当我们最盛的时候，很不幸，我们中国国民党，我们中华民国，出了一个李登辉先生。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，一个党的领导人，开始背弃了党的领导，背弃了中华民国宪法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江河日下，一路下滑。我们看到从2016年以后，民进党上来以后，开始偷偷的把我们国家偷天换日。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国家的名字叫做什么？中华民国。他们非要说是台湾。各位，台湾是一个地理名词，我生长在台湾，我长在台湾，我在台湾读书。可是不要忘了，我的国家是一个由几千年文明炎黄子孙，我的国家是有孔子有孟子，我的国家是有历史先贤所共同建立的中华民国。各位，我们以中华民国为荣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国家是叫做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。各位，今天早上在凯德格兰大道，在那个日本人用卖鸦片建的那个鸦片楼的前面，他们非要做这是台湾 National Day， 明明是中华民国的国庆，他非要讲是台湾国庆。各位，我们也很爱台湾呐，我们比他们更爱台湾呐。但是没有国哪有家，没有中华民国哪有台湾呐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，我们是庆祝中华民国国庆，我们庆祝中华民国国庆，这是所有海外华人，所有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件事情。今天是10月10号，我们中华民国在革命流鲜血的情况下，我们建立了我们的国家。各位，作为一个国民，当我们拿了身份证那一天开始，我们小的时候，国家照顾我们，给我们读书，国家保护我们，国家给我们的足够的安全。但是现在就有一群人，他们今天盘踞在国家的舞台上，拿着中华民国的薪水，领着中华民国的粮饷，用的是中华民国护照，但是根本就不愿意承认这个国家，还消遣我们的国家，非要讲中华民国台湾。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，对不对？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，对不对？各位要记住，我就再问大家三个问题，这三个问题请你们在任何的场合大声地告诉民进党。第一个，我们的国家叫什么？中华民国。第二个，我们的国父是谁？孙中山。第三个，我们的国旗是什么？中华民国。各位，你们都知道我们的国家叫中华民国，你们都知道我们的国父是孙中山，你们都知道我们的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。但是台湾有一半的人，他就不愿意承认，他不止不承认，他还要颠覆他，但是他还没有总颠覆，也没有胆颠覆，他现在欺骗大家，借壳上市，偷梁换柱。我告诉你，这种欺骗的政党，我们让他下台好不好？下台好不好？好。各位，我由衷的希望
明年这个时候，我们在张老旺先生的领导之下，我们再重新来庆祝一次我们中华民国的113年的国庆，好不好？我们是真正的中华民国的国庆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2-3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。睡得好，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